特别消息，特别消息，一股超强牛仔风正吹袭本港。港区国安法出台之后，继早前一众揽走派大佬又挑船又荣休咁，今日最新牛仔人物就系莫乃光。话说莫乃光做咗 IT 界议员八年，揽炒派一直指意佢继续参选噶嘛。点知佢突然牛底瘦上身，临时缩沙宣布唔再选，仲要搞到专业议政随时插火，话唔定下届议会正式拜拜。哇，好惊喜啊！哇哇哇，而家先嚟惊，唔系啊嘛？莫乃光，你之前同民主阿婆郭荣亨去美国同佩洛西打卡，唱衰香港唔系好威嘅咩？去年612黑暴冲击立法会嗰阵，仲狂闹保护市民嘅警察，咁快唔记得？我哋一齐回带。呢度系立法会嚟噶。你而家当系你哋大晒啊！讲开口埋口话自己受伤，受伤，香港玩完啦！你哋 ，This is ridiculous. How can the police take over your parliament building？ 好大嘅官威啊！嗱嗱嗱，口就讲话绝对唔系因为港区国安法，话自己抛个身出嚟咁耐，就算唔做议员都唔一定安全咁话。不过口里说不，身体最诚实。话就话想交棒俾后生仔，其实咪就叫人冲自己松咯。以为咁就甩身，少年你太年轻啦！啊啊！我顶你唔